師兄，你怎會來的？找我有什麼事啊？特登攞啲藥嚟俾你噶。啊，你老公一定要食呢啲藥，如果唔係肺病越嚟越嚴重噶。佢唔肯食，我都冇辦法噶喎。誒，你諗計啦，擺落湯又好，放落粥又好啦，一定要佢食。仲有啊，因住俾佢傳染啊。 Yeah.
小心！ 做完晒啦！又系你喺度多管闲事。爹，如果唔系师伯上去，鞋已经俾人哋暗算咗。 多谢师伯。嗯，话俾你听啦，我唔会多谢你噶。<笑>有乜所谓啊？系人都知你小气噶啦。你，奇英，唔好去大庭广众失礼啦。王师傅，真系好精彩啊！请过去饮翻杯啦。失礼，请。师妹，我走啦。我睇你飞鸿有大将之风。 第日一定系一代宗师嚟嘅。多谢师伯。阿爹，小姐，咁我哋点算啊？想我嫁俾嗰个猪头，冇可能。就算阿爹逼我都冇用，最多离家出走。 我去香港投靠我契妈。啊！令大少今日出咗啲意外。哼，唔好以为我冇眼睇，我咩都睇得清清楚楚，会拜王飞鸿为师。阿春，我哋走。系，唔好走住。好狗唔辣路啊！哎呀，小姐啊，你要心平气和啊！ 千祈唔好发脾气，想发脾气咧就深呼吸。小姐，千祈唔好发脾气啊！够啦，你唔好再啰嗦啦，当我三岁细路咩？唉，你唔好话啰嗦啦，小姐，你都知你同老爷每次讲唔够几句咧就嗌起上嚟噶啦，我真系唔想跟你离家出走啊！嚟得知啦，好似我呢啲咁可爱动人嘅女仔走咗出去啊，会好多衰男人打我主意噶。放心啦，总之未到最后关头，我都唔会行呢一步，我会尽量说服阿爹叫佢退婚噶啦。 子华，你打扮成咁，周街乱咁走，成何体统啊？我着男装玩下啫嘛。子华，我哋方家虽然唔算咩名门，但系都系有头有面嘅。好似你咁样，三唔四不男不女，俾人见到会闹我哋方家，完全冇家教噶。我咩唔三唔四呀？ 我不过着男装啫喎，你仲驳嘴，仲话唔系唔三唔四，
你呢啲咩嚟噶？ 对唔住阿爹，我以后唔敢啦。我真系后悔送你去英国读书啊，仲以为你自细接受西方文化会对你学习西方医理有帮助，但系真系估唔到你，唉，真系估唔到咁激气嘅。对唔住阿爹，你唔好嬲啦，我唔敢啦。 希望你嫁咗之后会改啦，而修心养性，相夫教子，做个贤妻良母。阿爹啊，其实咧，我今日想同你倾件事啊，关于呢头亲事咧，我想你再考虑下。我同黄伯伯已经讲好咗，两日之后我哋两家人会见面，然后倾婚事。咁仲有啲乜嘢要考虑啊？两日之后要倾婚事，你而家先话我知。 你有冇谂过我感受噶？咁我而家唔系同你讲啦咩？呢件事系唔会改变嘅。至于几时话你知，咁你有咩分别啊？哎呀，仲讲咩心平气和？你根本就冇谂过我感受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哋又嘈啲乜嘢啊？你自己去问下你个女啦。哎呀，子华，你又激嬲你阿爹啊？仲有咩好讲啊？永远都系我唔啱噶。你睇你睇你睇，而家啲咩态度啊？ 小姐啊，你唔好咁样啦，再心平气和倾一次啊，好唔好啊？冇用噶，唔使再讲啦。小姐啊，其实头先已经倾得好好地噶啦，只不过系差少少啫嘛，你再忍耐下啦。我已经忍够啦，我喺呢度根本得唔到尊重噶，阿珍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哎，小姐，小姐啊，小姐啊，再倾一次啦，倾一次好唔好啊？ 你不再捣乱啦，小姐啊，你真系要走啊？以前盲婚哑嫁嘅年代，女人嘅幸福就系睇佢哋系咪嫁到一个好丈夫。如果嫁得唔好，咁佢一生嘅幸福就冇噶啦。但系而家系新时代啊，国家革命冇咗皇帝，以前嗰一套一早就已经抌咗落垃圾桶啦。我哋而家有权选择自己嘅幸福噶，就算系我拣错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哦，我明啦，小姐。 咁我哋几时先再翻嚟啊？直到我揾到我真正中意嘅人为止咯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咁我都要揾到一个我中意嘅人。小姐，我帮你执嘢啊。咩话？离家出走？ 呢度系我屋企，当年自己屋企都要敲门咩？你知唔知咩叫私隐噶？私咩私？又学埋晒啲咩西洋鬼子？老爷啊，唔好怒气啦，嗱就出去。哎呀，你唔好出去。我咁啊？你谂住要走去边啊？ 坐低。